今次做呢個 Tech Lab 有一個空間嘅經驗啦，而空間咧，尤其是舞台空間咧，基本上都係由燈光啦、聲音啦、佈景去組成嘅。在觀眾的立場或者眼光咧，成日都會覺得它是一個幕後的東西咁樣，好少咧會將它放在最前面去俾大家去感受，其實它嗰個力量究竟有幾大？我哋由補足演員的聲音在劇場的空間開始，我哋後期處理咧，咁最後咧就會用一個28通道的音響系統呈現出嚟嘅。我負責工作就是他給了一個追憶似水連環的 script 給我，我揀那些歌的感受，我就看看那些 script 裡面有什麼是 inspired 或 connect to 那些歌的。我們今次這個實驗就是觀眾是可以進去這個空間，感受這個四面鏡的空間，感受這個四面鏡空間裡面的聲音、燈光和影像。